哎，钓鱼也行啊，我得钓点什么东西了，钓点附魔书之类的，然后跟村民交易一下，看能不能得一个钓饵啊，或者海之眷顾什么的啊，来个钓竿，戴帽子，哦，那个戴帽子的，不是右键交易的吗？哦，点中了，终于点中了。22个小麦换一个绿宝石，17个甜菜根换绿宝石。我得找牧师，牧师有附魔装备，或者我就靠自己去钓鱼钓了啊，自己去钓鱼钓到这个附魔的东西也比较好。在岩浆里钓一下会怎么样？当然什么都不会发生是吧？应该有一个在岩浆里钓鱼的成就。嘿，好吧，这个地方应该能钓吧，虽然看起来水塘很小，我看看啊，可以钓到，腥味十足的生意，生鳕鱼。哎，又是这个鱼，这么厉害吗？哇，到目前我只钓到了2种鱼，没有别的。怎么投票？那个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了，还有好多观众可能是看了我们，还正在放着的视频啊，里面有呼吁大家投票。哇，河豚，不上鱼了呢？来了，来了，我要先去做一个弩。哦，这不是需要半线钩吗？这样木棍就够了，然后再弩就可以做了。OK， 做了一把弩。其实再来点木棍的话，还可以做一把弩，再做一把。好，反正我有两个半线钩嘛，做两把弩，好，帅了，我有弩了。哎，我有大弩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哦，点右键是吧？哦，哦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呀，射点什么？射杀一只小羊吧。哎呀，它也是要有，哎，哦，要拉满是吧？也是得有弧度的。哦，命中了，可以直接就干掉了，嗯，威力还是不错的啊，威力还是不错的，赶紧睡觉。沼泽掉附魔书啊？沼泽容易出附魔书？啊，那我们沼泽晚上就不回去了啊，晚上我们就在沼泽刷怪了，容易出小制版甲贺忍蛙。想多了吧你？好像这个新版本之后，海底神庙特别多。我们以后随便出去航航海应该就能找到了，不过需要等我们酿了药水之后再去。附魔书很少几率钓到，我记得以前几率不低吧，钓本无限的附魔书，哇，钓了个皮革，水瓶，oh no， 钓上来一个水瓶。天理光头强什么时候上线？周五就能上线了，一般周五就不用着急写作业就可以上线了。附魔书差不多要来了。哦，来了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鹦鹉螺壳？鹦鹉螺壳算不算稀缺的东西啊？可以用它合成什么呀？哇，欧气来了，鹦鹉螺壳是稀缺的东西。 OK，和海洋之心做导管，合成海洋之心很好的，耶，漂亮！找到一个海底神庙，然后做一个海洋之心在里面，哼，海底神庙就随便挖了，我们的海晶城堡又有希望了。所以有了它，我们这个存档争取再建一个海晶城堡啊！就在对面，就在我现在钓鱼的对面那个山头上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啊！我们决定的就是这么随意啊。潮涌核心，
What？ 要八个鹦鹉螺壳呢？那、oh, no. 要八个呢，然后一个海洋之心。哦，是有一个船，然后我跟泰迪还沉下去。对，对啊，还掉上来个木棍。哎呦我天！我一回头，这个工作台吓死我了。哎呀，我一回头以为那是个什么怪。哎呀！我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。嗯，不行，今天钓鱼运气不好，我好歹把这根钓竿钓爆吧，是吧？在这儿把这根钓竿钓爆，然后我们去找找什么地下遗迹吧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裂谷，有个大矿洞，然后镐放在这儿。我在 MC 啊。那我是不是还得把电脑搬进来？你写完作业了啊？嗯，结束。你都八点了，你在电脑弄上连上也玩不了多久了，你就看我玩吧，你就看一会儿得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准备要下矿了，我要干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我要把我的鱼烤上。我钓了好多鱼啊！你还去钓鱼了？对呀，我钓了好多好多的鱼啊。那这就是，下面有很多水，我得看看。哦，那边有人着火了，跳水里啊！有人着火，下面有很多水。哦，那这儿啊。嗯，这样啊，嗯，这样。哦，成功的洗掉了。失足坠落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哎，有死亡不掉落啊？有可能。上次连机的时候开的死亡不掉落，它就会一直开着。有可能。好吧，我成功的死亡不掉落了，一摔到底了。我只是去旁边看一眼。这次不会啦！岩浆，哎呦我天，好险！差点掉岩浆里。那里有铁，这有好多煤。哦，对，你看我身上也没带煤，嗯，所以挖点煤吧。我身上没带煤，所以没带煤，万一做火把什么的，是吧？嗯，所以挖一点。这煤矿好多呀，嗯，煤矿好多，这是两片矿连起来的吧？这待会儿挖出来老苦了。你看看，我还得插个火把，这情况，嗯，是吧？太黑了。哇，哎。正好我刚才煤的数量是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片矿能挖到多少煤，嗯，能不能创造一个世界纪录，53块。下面还有，这边还有是吧？嗯，这都是连着的，所以连着的最多可以挖到多少煤的？哎，世界纪录。下面水下面还有，好，还有，嗯，三片矿连，还有铁，嗯，我觉得这片煤能把你搞挖爆，不可能。铁先不挖了啊，嗯，我们先挖煤，先研究煤的事儿。我头顶上还有，就你好啊，着了，完成了，嗯，一共就这些，嗯，这是刚才我挖下去的地方，对，我们看看啊，64+32，哎，96块煤，哇，这一片有96块煤，对呀，这一片就挖了96块煤啊，太帅了，我们再把这个铁也挖一下吧。毒水我是专业的，这就是我上次给你弄石头的地方。哦哦，挖的这么整齐啊。这个地方适合刷个小黑来跟他战斗，嗯，是吧？他打不着我，嗯，挺好。这边还有洞，但是它是往上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能不能不要总是一惊一乍的？吓死我了。对呀，动不动就直达什么层？哎，那刚才就是大裂谷那边吧？我不知道，哦，是另外一层裂谷，感觉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嗯。不错呀，看起来是。插上一个。这不错。嗯。看看嘞。这不是刚才我们的裂谷？哎，小 baby。嗯。看我用弩干掉它啊！这弩应该是一箭可以搞定的吧？
你这又不是 98K 八倍镜。躲。你说要是让他射中你了会怎么样？哎，在这儿。那还没死，躲。蓄上力。像不像在玩吃鸡？嗯。轮呢？哎。Where are you？ 是他吗？哎呀，跑了，应该就是他。嗯。他不会再绕我吧？绕你？你看他从那个上面绕过来了。人家哪有那么高智商？这怪不会现在会追踪了吧？人机级的智商，不用太害怕。刚才那家伙还在这儿？不是。就你这么显要一个地形，刚才那白白给你一件，你不就没了吗？这就是刚才我们堵岩浆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往那头走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往这头走就对了。但你确定不上去先睡一觉吗？哎，看这水通到哪儿？万一这水通到上面，我可以给你水弹梯弄上去。哎哎哎，跑哪儿去了这是？在这儿。超极限水电梯哦，水电梯是朝上看着是吧？哦，不要被冲下去。来吧。好，然后呢？电呢？哎呀，小 baby， 刚才的小 baby。baby， 趁他没看见我，调高弧度。海牧师，他不射我。嗯。哎，他知道躲，你看没？嗯。这个货知道躲。这货在那儿呢。再见。嗯。哥，你这十支箭就快被你霍霍没了。你有种别动。人不动我真成人机了。还不死。他是个金刚不坏之神吧。耶、下去收箭不？不下。费那个劲收那个箭干嘛。在村庄这面了是吧？哎呦、嗯、你要掉下去啊。嗯。哎，这个方向我想还没来过，也许有什么重大发现也说不定。哎呀，这就是重大发现。哎呀，苦力怕。你别喊，你比他们恐怖多了你知道吗？你比他们吓人多了。知道。哎呀，你这一哎呀哎呀的给我吓的。你还以为哎呀两只。没有什么好怕的他们。哎，箭爆了！哎呀，劈上草了！嘿，快跑！啊，这都炸了！你得加速跑才能躲过去。好吧，尴尬了吧？那边又有，还有小白。哎，让小白射苦力怕怎么样？哎，你心大了。出唱片，来！是有几率。我要出张唱片。耶！再来啊！等等等，音源点，音源点，音源点。不是小 白, 白呢？小白没跟过来。白还在。小白，小白，白。我从这个方向穿过。白在射你了。好。耶！再来一箭，估计要倒了。哎呀！哎呀，射偏了。一箭就成功了，太爽了！他在吗？在呢！啊，我被逼住了！小白呢？小白应该被晒死了。他应该会找树荫呢。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没这么智能化。哎呀，他没找树荫，他被晒死了。嗯。那小苦被他射了三箭。我感觉再来一箭他就掉唱片了。这有几率掉唱片好吗？哎呀，在这儿战斗太危险了。好，解决他吧。再见。哎，小白的箭不如我的箭攻击力高。嗯，是吧？
这不是吗？又又又又切克闹，太有默契了。一顿倒退猛如虎，一下掉进大裂谷。还好这次没掉到底。要掉到底就直接没了。对呀。哎呀，鹅来了，三个插刀，先走其中的一个。你这非得挑有水的这个是不？毒水我们是专业的。哎呀妈！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我先挖上这点啊。待会儿我上的时候，我就从这跳到这儿，再跳到这儿，跳到这儿。哎，行，快下吧。嗯，想看层数不？行。我估计也现在还得20层以上。嗯。什么39层呢？哎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还以为下来多少了呢。呀呀呀！这边也是。哎。呀。这边下的没那边凶。对，没这边下的险是吧？嗯。哎呀！哎呀！暗箭射来呀！现在反弹不到他自己了吗？不知道。以前不是哪个没看我的差？我的火把在2号位比较顺手。哎，不错。哎，石头。有那么点意思。Good。岩浆层到了。嗯。红石。红石。有戏。准备迎接钻石吧，各位。啊哦。到头了。擦。好了，你时间到了。拜拜了。拜拜拜拜。但是总归是来到了钻石层了。你封一会儿吧。明天我给你报告好消息啊。多少个钻石？哎呀，我的妈！我没看见他，我天！剑法这么飘吗？还有，好像还有，太黑了，我看不清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过来，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。你剑法太飘了，你个家伙，剑法太飘，干掉你！哎，太黑了。我得先插火把。哎，又来了！哎呦我天，拿火把怼了他一下。去死吧！哇，这地形太复杂了，去死吧！哎呦我天！哎呀，那边又有黄金。这地形太复杂了，这地方。毒水。嗨呀！这一顿夕阳红剑法，对呀，那个小白的剑法有点太烂了啊！哎呀，这好四通八达的，哒！找到了，来了各位，来着了，哎。舒坦了，太舒坦了。猜几颗，竞猜。9颗不可能，这才露出来2颗。9颗不可能，5颗4颗。我这次保守一点啊，我猜2颗。1颗。2颗。被我不幸猜中了。哎呀，这洞里好多小，完了，小苦让它炸了吧，不躲了。这时候躲容易掉到坑里去啊，容易把自己给坑了。哎呀我天，没来得及，给我下去，下。哎呀，还是被他射了一箭。哇，好多苦力怕。哎哦，不是，一个水泡，我还以为是钻石呢。我的盾都要爆了，来吧！天！然后哦，还有好多没去的地方呢。
这下面必定有钻石啊！各位，看不清，我从这儿能跳到水里，别跳水里吧，走了。哎，火把没插住。哎呀，这一片岩浆海，不来个钻石，11层，这不来个钻石对得起我吗？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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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